随着气温越来越低，各种针织搭品都已经纷纷上岗，穿裙子露腿的时间越来越少。针织裙可以让你不受制于温度，露腿不挨冻，舒服又好穿。就算最简单的针织裙，只要穿上身，一秒就能让你变温柔，有女人味，还附加舒适保暖的特点，可以说是风度温度两不误的最佳搭品之一了。01针织毛衣新针织裙相比其他裙子，针织裙穿上身会更成熟，更优雅，因为面料的厚度摆在那，它没那么飘逸，但质感相对也更好，非常凸显气质。最用辣是毛 Easy Chic 的搭配方式，就是用同色系甚至相同一块面料做成的针织上衣来搭配针织半裙。Anti Prima 2018秋冬系列这种搭法，既有穿针织连衣裙的女人味在那里，又不会太讨厌身材，并且两件一叠穿，时髦指数也更高了。America Trend 2 2018秋冬系列这种搭配方式其实并不挑人，高个小个都能驾驭，关键点是要挑对上衣的长度，或者说掌握好上衣下摆的位置。Elta Zorich 2018秋冬系列，比如你身高优势不大，可能肚子上还有点小肉肉，就最好挑毛衣下摆正好遮住肚子这块的款式，最好下摆还有拼色或者图案，让人忽视凸起的小肚肚。Crazy 2018秋冬系列，或者像这样用对比色的毛衣搭配针织裙，上面深色下面浅色，看上去下半身就比较瘦，当然背个腰包遮住肚子也是非常好的办法。Sport Max 2018秋冬系列，如果你是肚子衫没有赘肉，同时想让自己看上去高一些，推荐用超短毛衣搭配针织裙，同色系列整套，腰线又抬高，腿长比例自然拉长，效果杠杠低。与此同时搭配一双靴子就更加锦上添花，提升了气场，让造型更酷一些。Les Copains 2018秋冬系列，而身高特别有优势，身材比较平的女孩，这种欧美潮人街拍你最爱穿的宽松长毛衣搭长针织裙的组合你肯定喜欢。Crazy 2018秋冬系列既慵懒，穿起来又方便，时髦指数高，唯一缺点就是考验身材。02针织连衣裙新短外套，现在这个季节穿短外套正合适，有点中性化的外套搭配女人味十足的针织裙，可以说是娘 man 结合，不费力就时髦，并且外套方方正正，毛衣裙线条又柔和，两者搭在一起对比的感觉特别有层次感。但许多女孩这么搭的时候会发现，哎呦，太考验身材了，搭得不好反而暴露了自己臀宽肚子大的缺点。其实短外套和针织上衣一样，搭针织裙的时候一定要选好长度，如果你臀属于比较圆润丰满的类型，毛衣裙要么就单穿，要么就打长外套，如果喜欢打短外套，那么一定要注意短外套尽量到遮住臀部一半的位置，也可以和戚薇一样拿一件现在非常流行的格子衬衫系在腰上，既丰富了造型又遮住臀部，穿搭推荐。另外像这样用收腰外套来搭配针织裙也是很好的选择，不但拉长了腿部线条，而且还显瘦显高，但最重要的是得结合自己的身高和身材比例来确定短外套的长度和裙子的长度，上身宽下身瘦的可以用短外套搭配铅笔针织裙，和 Mess 2018秋冬系列上身瘦下身宽的可以用西装来搭配反裙针织裙。总的来说这个组合就是需要对着镜子多照两下再出门的搭配。03针织连衣裙新长外套最有风度，穿起来最不需要担心身材，且人人都适合的，就是用长外套来搭针织连衣裙了。这种穿法可以瞬间提升气场，不信看下图对比，是不是感觉右边比左边帅气有型多了。这种穿法可以从秋天一直穿到冬季，碰到天气尚且不是特别寒冷的时候，拿针织连衣裙搭件头高跟鞋就非常优雅有女人味了。或者搭配短袜加平底鞋的组合，穿一件翻领外套，让造型更年轻有活力，
穿它推荐，而到了冬季肯定就应该拿靴子和它们搭软糯的毛衣裙，搭配硬朗护感的短靴，既不用担心造型会头重脚轻，又增加了帅气的感觉。即便到了深冬，这套组合衣又可以再穿了一层打底衫和保暖裤的情况下延续到过完年。Salvatore Ferragamo 2018秋冬系列 Air Lacoste 2018秋冬系列04针织连衣裙，耐搭上衣，并不想那么急就把各种外套往身上搭的人，这里提供的是针织连衣裙的叠穿方法。要知道针织面料本身就自带厚度，所以内搭肯定得选比较薄的紧身款。最显瘦的是这种修腰两腿袖上衣，搭一件针织连衣背心裙，风格优雅又贵气，各种女士衬衫也是叠穿针织连衣裙的好帮手。比如贝嫂就用尖领衬衫搭配紧身针织连身裙，再加上一双 V 扣奶奶鞋，整个造型瞬间干练了不少。也可以用有图案的针织连衣裙搭配简单的白衬衫，比单穿能容易 hold 住，而且还多了一份文艺感。这种少女领子的衬衫呢，其实搭宽松一点的针织连衣裙更好看，整体风格就是复古少女。Philosophy Dealer and the Serafini 2018秋冬系列再冷一点，半高领的紧身打底衫就非常有用武之地了，拿它和针织连衣裙搭配非常提神整体气质。如果是身材非常好的女性，这么搭还更重点，凸显了曼妙的身材。 3.1 Philip Lim 2018秋冬系列05单穿针织连衣裙。说到单穿，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审视自己的身材，其实针织连衣裙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考验身材，因为并不是非要像 KK 这样穿个紧身款，踩个高跟鞋出门就是美啊。用宽松的毛衣裙搭配一双长靴，人人都可以穿好看，并且长靴还很显腿细。如果搭配的是短靴，那么不妨挑一件高领或半高领的针织连衣裙，整体气场一定加分不少。偏修身的款式也不是非要细腰才能穿好看，可以选这种视觉上欺骗效果的款式。Marcel Ostertag 2018秋冬系列也可以挑袖子蓬蓬、腰部收住、裙摆又很大的款式，一样可以重塑身形。再简单一点，腰间系一件衣服，不就把肚子都遮掉了吗？